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问说哈，下列哪一个函数哈是 x 的一次函数呢？第一个，这是零次函数啊，就是常数函数，这不是一次，这是二次函数了。哦，这个多项式函数，它的最高次数是两次的，所以这是两次的，不是一次的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我们看看哦，这个我们把它给展开了啊，或者是用那个 a 平方乘 b 平方来减一减，这个减这个就消掉，变成二，啊乘以呢这个加这个，这个加这个就是二 x， 所以是等于四 x， 这是一次的，哦，因为它最高次数是一次，所以是一次函数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最高次数是两次的，所以不是一次函数，所以这里答案应该要选 C。